大家好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加关注评论哦，谢谢。首先我派出很多人都喜欢的蝎子机器人出场。蝎子机器人是一个可以传送到敌人附近进行攻击的机器人，就如其名蝎子，残忍而攻击力强大，能快速致对方机器人毙命，善于躲藏和出其不意的攻击，是玩这个游戏的方法之一。不过也要看一下对方机器人的实力，不然贸然攻击可能伤害的是自己。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示范，以初级机器人的特性机器人去对战。对方机器人来了，和队友一起行动才是最快的歼灭对方机器人的方法，否则结果将变成另外的结果。有得也有失，歼灭对方机器人后，对方的蝎子机器人偷袭了我，损失一个机器人。这个黄色的被厚厚的盔甲保护的机器人感觉有点好笑，像个小乌龟。又被蝎子机器人偷袭，还好反应快，马上狙击他们，才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。小乌龟不愧为小乌龟，速度一般，看着对方机器人被队友消灭，小乌龟机器人还在慢慢的爬。小乌龟啊小乌龟，慢慢的爬过了桥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对方两个机器人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了身边，没有来得及太多的挣扎就一命呜呼。好吧，我也来一个飞行机器人，比一比看看谁更胜一筹。